喜德堡聚餐。你很会抓镜头哎、欸。在喜德堡。对，吃不到。我来这边第一次吃到空心菜。对啊，好好吃哦，太美味了。我们现在不是同样的身份，走在的是诺丁汉的晚上，它其实就是个小镇呢。你都关了呢。我们要用走路的去一年一度的 Goosebear 麦鹅的市集。是你的。它的来源呢，是因为以前的人会把家里养的鹅啊，可能牲畜一起到市集里面卖，然后可能因为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就不戒备的一个被一个什么好，等到我查到之后一样，噔噔，下面会打上去，慢慢接近。哇哦，你有看到那颗球在那边弹吗？中间，我们要入境啊！我们要入境，好，好开心啊！好开心啊！等一下去吧，你要把它剪进去哦，你先把它剪进去，要剪进去。我们在Goosebear。感觉是诺丁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，然后在这小镇带来一点像礼拜五的感觉，之后就去玩酷酷的东西。你是时尚玩家，在英国，这边下雪了，下雪了，请他再飘一点。
2.5磅，烘一次要1.5磅，也就是洗一次要台币快100块。然之后加那些 detergent， 然后 make payment 要扫个 QR code，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下载一个 app。这样有一个人头，我已经除了20磅在里面，所以是 continue use machine， OK。我扫扫看， scan QR code。这里 OK Washer 4 Available， 然后应该按 Useless machine， 我按的，哇，超酷。 Press start， 好 start。哦，他说我在手机上可以看到剩下的时间档。有哎，这真的太高科技了。他说现在剩37分钟，所以我们可以回房间去了的意思。他告诉你已经好了，这样。今天跟 Niki 我们的房间在那，然后我们直接看就可以看到这个马拉松比赛。我们他说学校收了一封信，叫我们就是要来，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这个气氛。